另外，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，今天早上6点，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霾黄色预警。另外，受冷空气的影响，预计今天白天华北中南部等地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将会逐渐改善，霾将自北向南减弱或者是消散，但是华北南部、黄淮、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轻度的霾。